気じゃダメさ。杰克，不要太过分了，那片空地是大家的，你明白吗？什么？闭嘴！喂，麦克，你也别跟那些小孩玩那些弱智迷你四驱车了，和我一起踩滑板吧。迷你四驱车也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啊。这种小玩具也可以运动，哼哼，笑死人了。哈哈。你这踩滑板的家伙，竟想踩了我们的四驱车，坏蛋！你那小玩意儿再来一台两台，我都踩烂它。这个坏蛋，我让你看看我的天皇巨星是不是小玩意儿，我要跟你比一比，用你的滑板和迷你四驱车比，听见没有？啊，什么？你千万别冲动啊，这样的比赛简直是胡闹嘛。那倒是挺好玩的，我来让你见识一下小玩意儿和我滑板的区别。哼，那又怎么样，明天上午10点，地点就在这儿，你可别忘了时间呢。元太真的要用四驱车和他的滑板比赛吗？那这一次四驱车一定会被踩得更烂的。元太，什么？流眼泪了？现在后悔了吧？真奇怪。事情就是这样的，大哥。我没有考虑后果，就和那个踩滑板的家伙吵翻了。除了你，我没有其他人可以依靠了。滑板和迷你四驱车的比赛，那不挺好玩的？试试看喽。是啊，你又想玩了？那我们就不行，所有的比赛都不许参加。我再说一遍，不许参加！你说什么呀？除了四驱狼大哥，没有人是滑板人的对手啊，对吗？好吗？求求你了，大叔！什么？你叫我大叔？大叔，大叔，我成大叔啦！我叫我大叔，胆敢叫我大叔，大叔，大叔！我说过不行就不行。大黄先生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清楚，从上次准决赛回来以后他就变得怪怪的，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别人也不许进去，他连饭都没怎么吃，不知道在苦干些什么。以前他也曾经关在屋子里工作的，但像这次这样这么狂热的工作我也没见过。现在他又被人叫做叔叔，哥哥就更生气了。对不起，四驱郎君，我原来并不知道你要出席迷你四驱车决赛的事情，才求你的。没事，别介意。可是迷你四驱车还没有国际化，不过那个目中无人的踩滑板的家伙也太……他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好伙伴，我们当初一起玩着长大的，开始
我们都是一起玩迷你四驱车的，但是后来杰克渐渐离开我们了。原来是这样，好吧，我去。真的啊，当迷你四驱车和热爱他的人有麻烦的时候，我不能袖手旁观。死去郎君，大哥，状态怎么样？放心好了，我跑起来的时候你别害怕就行了。死去郎，我们给你加油啦！真的来帮我？我们不能丢下你不管呢。还没开始吗？谢谢大家。我早就在这等候多时了。要当逃兵，现在还来得及。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啊？啊，这家伙是谁啊？我叫日之丸四驱狼，受这位元太的委托，替他来跟你较量，请多关照。我才不跟你们这些毛头小子假惺惺的握手呢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嘿，杰克，太不公平了，赶紧向四驱郎君道歉。什么？算了，我是来向你挑战的，我一定让我的天皇巨星打垮你的滑板，你就等着瞧吧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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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废品堆放区路线就是越过这堆废品堆放区，冲到对面空地上的里面那堵墙，那里就是终点。要选择怎样走的路线全凭自己。怎么样，要走现在走了？你想我们走？杰克，干什么？我也参加，怎么样？啊，引导驱棍，为什么你也想来就请便，反正对我来说谁来都是一样的。哎，元太，发信号就由你来发了。准备开始，超级启幕出击，去吧飓风，看我的啦！我们先绕道到终点等你。好。喂，迈克，为什么你也有引导驱棍呢？这个说来话长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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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吞吞的走会给我撞倒的。哎，我先走一步啦。这家伙对这一带的地理非常熟悉，绕道前进的确是最适合的路线。真狡猾。我们爬这个。这堆垃圾吗？啊。什么？你们打算爬上这些废品堆？他们的迷你四驱车怎么办？原来如此，让车在下面走。
能那样走吗？哎！啊！啊啊！要塌了！啊不，四驱车还在下面呢，快点儿！飓风，百米冲刺大抢救！啊！好精彩呀、啊！你的引导区队。啊！太危险了！你不仅是爱好者吧？是的。其实我们就是参加准决赛叫做喷射兵团的赛车队。啊，那么说就是你们和鬼见愁作战的喽？准决赛时我们净想着鬼见愁的事儿，连他们的对手都没在意。那也没办法，在他面前谁都会变得无足轻重的。鬼见愁军实在是一个很恐怖的对手，他那超越人间的力量和技术，还有无可匹敌的精力，紧紧地控制着我们。在他面前，我们就像是一只小蝌蚪，无论如何抵抗，到头来结果都是一样的。我们无法逃出鬼见愁的手掌，全败了。他根本就是一个超人。像你这么专业的人也会输吗？啊，不能再聊下去了，再不快追就赶不上杰克了，走吧。对了，现在我们正跟杰克比赛呢。怎么了，四驱郎君？疼死我了，眼睛疼死了，不行，全看不见了。不得了了，赶紧终止比赛，送去急救吧。等等，迈克尔。现在杰克领先，我们哪能中途退出呢？这不是开玩笑吗？可是，我追着机器的声音前进，你别管我，先驱车冲终点吧。可是你怎么办？快去，快去呀！嗯，知道了。好吧，出发吧。哎呀，马上就灵验了。哈哈哈哈，爬上台阶就可以一直冲到终点了。看，我爬得多快呀！嘿，先走一步啦。看你能坚持多久。杰克就在后边呢。四驱狼还没来呢。大哥。四驱狼，一定是遇上什么事儿了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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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快点，就差一点了，就差一点了。看看我的绝招吧！迷你四驱车！天哪，麦克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竟敢！哎呀！麦克！杰克，麦克你！四驱狼大哥！麦克，你在哪儿？我听不见赛车的声音了。麦克！奇怪，他怎么会？刚才误踩到油罐，油掉进眼睛里了。啊！眼睛看不见了吗？死去狼！你们！死去狼，照我的声音冲过来！冲过来！超级起步，冲击！
郎君，我带你。谢谢你，迈克。该死！不好，照这样会掉到沟里的。在这边，见鬼！那小子干嘛？天皇巨星！四驱郎君，听着，我叫你放下驱棍。好样的，舍身救车变路线。糟糕，会掉在沟里的。我来。是疯了，真是疯了！胜负和生命哪种重要呢？那还用说吗？当然是胜负了。他们够呛啊！真拿他没办法。太好了，大哥，天皇巨星出现了！真的！哎呀，哎，疼死我了！麦克，刚才领教过你的一拳，不过下手太轻了。啊，杰克，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迷你四驱车会是一种体育运动，是你们的精神教育了我。不过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刚才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你的身影遮住了，我看不见他。我相信你，如果没有你的话，四驱狼会受伤，受得更重的。谢谢。我是受伤了，严重的伤。哎，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了。打去狼！四驱狼，你的眼睛怎么看见了？你以为我那么傻吗？不是我干的。站住！四驱狼君。啊！干嘛？祝你迷你四驱车决赛胜利，也帮我们赢回来，帮我们赢回来吧！啊，交给我们吧，我们一定胜利的，一定能赢！哦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就不能说得好听点吗，大哥？啊，终于完成了，完成了！我要带他们去集训，肯定会让他们大吃一惊的。为了超级天皇巨星的战斗，第一阶段终于完结了。見失うなよ大きなゴールを君は未来のウィナーだから風に勇気を膨らませ走れ